上一集讲到，康熙皇帝呢身体本来挺棒的，忽然之间呢暴崩了。如果我们看清朝的官方史料，都说这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得病之时呢，还派遣他的四皇子胤禛啊带他自己行祭天大礼。胤禛呢当时他借口就想拖延不去，就说你看我父亲有病，我不能就离开他。其实呢，康熙皇帝当时的原意很可能是感觉自己身体不好，先就派出他的心腹大臣吴尔湛提前到达南郊，就来监视啊胤禛的动向。我们要知道，从康熙56年开始，康熙帝啊就对以前印象还比较良好的这个四皇子呢就产生怀疑了，知道这个皇子呢心机极深。康熙皇帝当时就注意到这个胤禛呢，本来和那个胤禛他们是一党，两个人小时候一块长大的。但那胤禛呢第一次被废之后，这个胤禛又和八阿哥胤祀往来密切，暗相勾连，如此的朝三暮四啊，就让康熙帝啊疑窦顿起，怀疑了。也正是因为对这个四儿子有怀疑，康熙皇帝如果真的病危或者病重，他就不可能同意这个四皇子胤禛啊单独待在自己身边。也就在这胤禛被他父亲派去南郊替自己祭天的这个同一日吧，就是当时的11月10号这一天呢，这位皇四子却能够一天三次派侍卫进入到保卫森严的康熙的寝宫。此后呢，他又每天都不断多次派侍卫进入寝殿。在这段时间内呢，康熙皇帝身边还再没有任何别的大臣、皇子或者后妃陪伴。直到他3天之后，也就是当月的13日那天晚上，康熙皇帝就暴崩。那么根据康熙皇帝暴崩以后，这个胤禛他登位当雍正皇帝了吗？他自己所说的呢，康熙皇帝在弥留之际就向那隆科多口述遗旨，传位给呢四皇子胤禛，等于就自己做皇帝就是正当的。更奇怪的是，日后雍正帝那么坐稳帝座了吗，把他那舅舅隆科多又抓起来处决了吗？这个时候他又自称什么呢？先帝崩前，我本人啊并不在御床前，也没派任何人在御床前。所有这一切前后对不上啊，这都预示着什么呢？康熙皇帝之死肯定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隆科多呢当时的官阶只不过是一个护军统领、理藩院尚书，并不是什么领侍卫大臣啊或者大学士啊那样的重臣。如果康熙帝病危啊，在这个期间他有意识的话，他最有可能要召见的是各位皇族啊，那些亲王，包括那些亲近的大臣。那样的话，无论遗诏哪个皇子继位，见证人很多啊，就不会造成啊日后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啊死无对证。好像当时老皇帝死的时候谁也没有啊，就有什么隆科多或者是雍正皇帝本人。雍正继位之后呢，由于他几个皇帝啊，当然了，那些人是有意散布，民间呢一直还有一种说法，说康熙皇帝呢就是被他儿子雍正皇帝害死的。而雍正一朝有个曾静案嘛，咱们以后会讲啊。那个曾静本人在供词当中就说，圣祖皇帝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了。似乎呢，这个康熙帝去世当天，雍正呢向康熙就让他爹啊喝这个人参汤这个事儿，当时就传得有鼻子有眼。为此呢，后来那学者们就玩命考证，这个人参汤对于高烧病人啊或者肺炎病人啊，可能有致命性。这种研究完全方向就错了，等于就是走入误区了。民间传闻啊，当时说这个人参汤，雍正把他爹害死了。毕竟呢，那是在清朝统治时期，说这个事儿说的还比较委婉和避讳。所谓这人参汤，实际上就是暗指毒药。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舅舅隆科多的帮助下，当时身为四皇子的这个雍正啊，在几天之内完全就把他父皇隔离起来了，把康熙皇帝他的亲爹控制几天之后呢，这个胤禛和隆科多，就是胤禛的舅舅呢，两个人最终下毒手了。怎么死法呢？毒死啊，掐死啊，或者闷死啊，反正康熙帝就死于非命。而有些倾向于就认定康熙帝是寿终正寝的这些学者呢，也言之凿凿，
就说康熙帝啊，由于他先前这个废太子事件发生之后呢，他一直对那他几个儿子有所防备，他身边的侍卫人员和大臣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不可能有人得到机会啊把他害死。康熙帝这个人呢警惕性确实很高啊，这点是不假的。这个皇帝熟读史书啊，对中国历史上啊那简直是太熟悉了啊，那些建伟之君啊，或者匈奴鲜卑啊，哎，那些子杀父父杀子的那些事儿就不说了。汉族帝王啊，比如说隋文帝，啊，南朝的这个宋文帝啊，都是被他自己儿子给弑害的。康熙帝对这些事儿呢也毫不讳言，他曾在康熙56年就对大臣们说过：“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叠年，为侯景所逼，虽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足智不克令忠。康熙58年呢，他又对大臣讲：或有不孝之徒，见朕精神气血健不如前，焉以为奸，亦未可定。此诸臣均应留心者也。他这两次说话这个内容啊，我们看的《清圣祖实录》都记载着。显然，康熙皇帝口中所说的不孝之徒，不可能指别人，别人没机会啊。肯定就是指当时啊，他那些心怀叵测的啊几个儿子。那么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康熙帝，身边他们贴身侍卫就真的滴水不漏吗？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既然康熙帝都怀疑到皇四子胤禛了，偏偏呢又提拔这个宝贝儿子舅舅隆科多当侍卫长，这样一来呢，漏洞啊就大了。康熙老皇帝呢有病卧床，你再威武再有力。啊，你这个再不怒自威，不过就是个老人而已。一旦隆科多把守了寝殿大门，又有哪个卫士敢自己入得殿内啊去保卫皇上呢？不过这里我们要加以说明，我们一般都知道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实际上这个隆科多和雍正的这个血缘关系啊，不是来自母系，反而是来自父系。隆科多的他亲姑妈就是康熙帝的生母佟佳氏。那么雍正之所以管隆科多叫舅舅啊，就是因为呢这个雍正的养母她呢还是隆科多的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是亲上加亲。那么雍正这个养母呢佟佳氏等于就是康熙那个第三个皇后。佟佳氏呢她在生孩子的时候呢生一个死一个，显然呢就是这些姑表亲之间结婚啊，这些近亲结婚啊，生的孩子还是不会太健康。最后这个佟佳氏呢只有一个女孩生下来活了。康熙帝呢当时为了安慰这个既是自己表妹又是老婆的这个可怜的皇后，就让这个皇太子胤禛和四皇子胤禛呢把这两个孩子都交给这位女人抚养过。把皇太子交为身为嫡母的皇后抚养啊，这肯定天经地义啊。但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还有那八阿哥胤祀的他的母亲梁妃，这两个人的出身都挺低贱的。出身什么呢？新者库浣衣女奴。乌雅氏呢温柔恭顺，康熙年轻的时候就挺宠爱她的，所以呢他就把啊这位德妃乌雅氏的儿子胤禛过继给佟佳氏呢皇后来抚养。实际上啊这也是为了给这个爱妃的儿子日后一个安排的好前程吧。当然这个前程不是皇帝啊，而是让当时的四皇子胤禛以皇后养子的身份和那个皇太子胤禛啊建立起感情。因为毕竟他们俩这孩子都是被同一个女人养大的嘛。雍正帝继位之后就迫不及待马上下令逮捕了康熙帝晚年他贴身近侍是几个太监，谁呢？魏珠、梁九公还有赵昌，断然对这几个人下令诛杀。这几个人你想跟随了康熙皇帝几十年都老太监了，如果不是他们知道雍正帝不可告人的秘密，怎么可能那个老皇帝刚死尸骨未寒怎么可能就被他的新当皇帝的儿子杀掉呢？毕竟都是自己亲爹的老随从、老仆人啊。我们就可以想见，当时那康熙帝呢，虽然已经70高龄了啊，当然了，在清朝那个时代，70已经是70-80嘛，确实岁数挺大了。但是呢，他当时就是身染小恙，精气神还挺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平素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四皇子胤禛和他舅舅隆科多啊，这俩人控制在寝殿，你别说是人参汤毒药，即使当时啊那两个人给他灌一碗硫酸，老头子呢也不得不喝下去。由此呢可能还能再多活10多年的康熙皇帝，我们想一辈子意气风发，此时呢就悲愤交加，等于就给他亲儿子
这个胤禛活活害死了。仅仅几天功夫，我们想一想，啊，雄才大略的，活蹦乱跳的，就是康熙皇帝，就变成什么了？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信诚信，中和好事大成，仁天子了。当然，这么一大串字儿，就是康熙帝死后，他儿子给他上了谥号。雍正帝弑父呢，肯定不符合封建的那种礼制，不符合常规。但平心论之，雍正帝的继位对于清王朝的稳定呢，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当时雍正帝不伪造遗诏，还登上皇帝宝座，清朝的国内政治呢，肯定就因为康熙帝的病危，他的暴死导致大乱。一旦康熙帝那些儿子因为争位而兵戎相见，清朝日后呢，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康乾盛世，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八王之乱啊，类似这样的乱世。而恰恰就是父皇康熙帝在位时候啊，那些皇子之间啊，你争我夺，恰恰是呢自己这种弑父的经验，雍正帝日后就变得非常聪明，他就为清朝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什么制度呢？秘密建储，他就亲自书写储君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呢把这纸条装在一个小匣子内，安排在乾清宫顺治皇帝亲手写的正大光明那匾额之后，接下来又再写另一道密旨，藏在内府，一旦自己嘎嘣死了，王公大臣们就能拿出两份文件来对比，看照无误之后呢，就共同推举新的皇帝继位。如此办法呢，可以说是这个雍正帝啊，汲取了自己夺嫡的经验，然后呢，他加以另辟蹊径，创造出一种新的建储制度。雍正皇帝非法继位，忽然他当皇帝了，那么对于当时他那些这么多兄弟来讲，就非常震撼，心中不服啊。康熙皇帝崩逝之后，已经年满24岁的他那皇子共有15人之多，包括呢雍正皇帝的大哥允祗，二哥呢允仍，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嗣，九弟允堂，十弟允娥，12弟允陶，13弟允祥，14弟允提，15弟允吴，16弟允禄，还有17弟允礼。可能有人啊看到这个梅老师啊，你看说到这里啊，舌头打结半天啊，怎么这个感到有些不解？怎么康熙这些儿子忽然之间都改名了吗？从前这些人不都是叫胤什么什么的吗？啊，什么胤禛啊，什么胤禔啊，什么胤禛啊？对，雍正帝一登基，因为他的名字叫胤禛，自己做皇帝了，别人肯定要避讳，亲兄弟肯定也要避讳。所以说呢，他这些兄弟都改名了，一夜之间把那胤都改成允了，不允你也得允。对于他自己这些兄弟呢，雍正皇帝肯定是要斟酌处理。首先就是大阿哥允祗，爱新觉罗允祗他的母亲呢是康熙帝的惠妃那拉氏。允祗这个人呢，本来在康熙帝的儿子当中排行第5，但是康熙帝前四个孩子都是在还幼的时候就早伤了死了，因此呢他就成为皇长子。不过呢，由于允祗的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是庶妃，而皇二子允仍他的生母是皇后，自然呢那允仍就被康熙帝立为皇太子了。作为皇长子，允祗呢本人一直不安分，所以说一直觊觎太子的位置。允祗这个人呢相貌堂堂，才华也挺有，康熙呢在初期还挺看重这个皇长子的，三次出征三次巡视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你想小伙个儿高，骑在马上相貌堂堂的，挺给自己长脸。允祗呢26岁就被封为执郡王，而且呢还曾受命代替他父亲的祭祀华山。允祗这个人呢对于皇太子之位啊是一直有所期望，所以他就一直关注康熙帝和皇太子允仍之间的关系。同时呢，由于一度他自己的外叔祖那大学士明珠在朝中呢势力非常大，他就更觉得自己有政治靠山，有当太子的可能。不过呢，当康熙47年9月初4日，康熙帝第一次废掉皇太子允仍的那个时候呢，当时就明确对外宣谕：“朕前命执郡王允祗善护甚功，并无欲立允祗皇太子之意。允祗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康熙帝金口玉言啊，这一句话等于就把允祗当皇太子这个路完全堵死了。情急之下，
啊，当时那允之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竟然就直接上奏康熙帝，啊，跟他亲爹说了，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自己来替他爹，啊，亲手把废掉的皇太子啊给杀掉。允之怎么说呢？今御诛允仍，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帝看到自己儿子给自己写这个奏书，害意非常，马上就意识到允之和皇八子允嗣他们之间啊，肯定结党密谋过，肯定呢他们这两个人惦记那个储君之位。大怒之下，康熙皇帝当时痛心疾首，痛批啊允之这种杀帝之念。你看，你既不顾君臣大义，也不念父子至情，更无兄弟情义，狗志不如。作为父皇的康熙如此震怒，啊，这大阿哥允之他会消停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代的相姑，我们要知道，根据我们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就认为男封这个东西啊是有害的、不正常的。男封就是同性恋了，男同性恋了，就说这种关系呢破坏正常的伦理。但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封建的这个士大夫，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绝对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因此，到了清朝，就出现了相姑这样的名称。吴彦仁他写过一本书，大伙儿都知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呢曾经写到清朝的官吏，他不但能够侠妓，就找那妓女，他也可以啊找那些那个相姑。他怎么写的呢？这京城里面逛相姑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唯有妓禁甚严，也极易闹事，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职。吴彦仁书中的相姑就是指那些男性的性从业者，因为这些人呢年纪特别轻，相貌清秀，长得特像姑娘，所以呢称为相姑。相姑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有谐音呢，就称这些人为相公。我们要知道，你在宋朝相公是什么意思，像岳飞这种人才能称为相公，就是他是史相，又是大将，又带有这个就是文人的那样的这种尊称，才能成为相公。但到了清朝，这相公呢就变成这种男同性恋者的这样的代称。俗语呢把这些也称为兔子。就在我的老家天津，现在还管那些不男不女的那些男的，还说这人跟兔子似的，还是称为兔子。而从事相姑这种职业的男性呢，一般在20岁以下。清朝和明朝一样，从表面上来讲，对官员的管理还是挺严格的。清朝法律就规定，你官吏不能侠妓，你不能找妓女。但是呢，这个找这些男同性恋呢，似乎啊就没有法律禁止，就是个灰色地带。于是呢，找这些相姑这样的风气，就在清代官场呢越来越兴盛。这些官员们啊，满洲权棍嘛，对于那些相姑堂子，大摇大摆就可以啊自由出入啊，冠冕堂皇。咸丰之后，你想大清国内忧外患的，各种禁令越来越松。到光绪中叶之后，就禁止官员侠妓的这个命令啊就更松了。因此呢，那种专门的窑子、那妓院就越来越兴盛了。由此之后，去那个相姑堂子里玩上相姑的这种官场风气慢慢就没了。上一集说到，康熙帝呢废掉了太子胤禛之后，他的皇长子胤禛自告奋勇，筹表功，说呢要替父皇啊亲自首杀这位废太子。他这一上书啊，就惹得康熙帝怒不可遏。看到父皇暴怒，胤禛呢就知道自己当太子肯定没戏了。再想到他八弟，他小的时候曾经被自己的生母惠妃抚养过，
于是呢，他就更加起劲的在后台为他那八弟胤祀当皇主呢一直造势，就希望日后这八弟胤祀当了皇帝之后，自己呢能够攀龙附凤，能过上更加舒心的日子。胤禛呢，你说你暗中活动活动就算了，拉帮结派什么没事儿，结果他比他八弟还急，他干什么呢？他就利用一个挂饰叫张明德的，为这个胤祀相面，当众就说啊，这个八弟啊，日后大贵不可言，等于呢就在公共场合为他这个八弟啊，造舆论，就说他八弟啊绝对有天子之相。再后来呢，这胤禛竟然找来一个蒙古喇嘛，就叫巴汉格隆的，然后用巫术对这个胤禛啊来进行这个等于是诅咒，企图用这种方法呢把已经被废的那皇太子的二弟给害死。此事泄露之后呢，连胤禛他的生母惠妃都害怕到极点，就主动向康熙帝请求对这个不孝不帝的儿子呢予以正罚。案情审明之后，康熙帝思来想去，毕竟是自己亲儿子，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下决心把这儿子杀了，但是对这个胤禛呢也不能把他轻饶过，马上就下诏把他王爵给革除了，命令在他这个府邸之内就把这个胤禛关起来幽禁终身。同时呢，康熙皇帝还派贝勒延寿那些人啊轮流坚守这个胤禛，而且对他们发布严告严谕，就正式的文件就告诉他们，凡有疏忽坚守者必当诛诛。所以呢，这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他这位皇兄胤禛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对他构不成威胁了，因此呢，雍正皇帝对他这位大哥就没有过分的惦记。胤禛呢，被他父皇康熙帝下令圈禁的时候呢，只有37岁，而后呢，他被囚禁在他自己的府邸长达26年，到了雍正12年11月初1日这老哥们病死了，当时呢是63岁。他死之后呢，清廷就以普通的被子里把他给安葬了，下场还不算太坏。说了雍正的大哥，我们接着呢说他的废太子二哥胤禛。雍正帝的二哥胤禛呢，两度当太子，两度被废，而后呢就一直被禁锢在咸安宫。胤禛正式继位之后呢，他在继位诏书当中还特别提到这位先太子，就等于是给他做了一个不可翻身的政治定性。诏书中怎么说呢？胤禛若临继位，身为圣慈忠爱，秦楚失一，恩秦被堵，不幸中年神志昏聩，病累疯狂，皇考念宗社重任，托付为奸，不得已再行废斥，待至时有余年，沉疾如故，全无可期。这个人啊没治，已经是一神经病。为了对外体现出他自己所谓的仁慈吧，雍正帝呢就公开表示，根据先帝遗诏，封胤禛的儿子洪熙为多罗里郡王。雍正元年5月初7日呢，就公元1723年，雍正呢还派人在山西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然后派驻兵丁，就准备把他的二哥啊迁移到那个地方严加看管。但还没成型，转年年底，也就是雍正2年12月14日，1724年了，这个胤禛啊就忽然病死在这个紫禁城的咸安宫了。估计呢应该是被这个雍正皇帝给毒死了。死的时候呢，这位废太子51岁。胤禛这个时候一成死老虎了，想到从前呢自己对这位太子二哥的多年追随，两个人又从小长大的，雍正帝忽然就心怀宽广起来，而且还亲自到他这个二哥这个灵柩前祭奠，追封这位死二哥呢为和硕礼亲王，而且呢还给他了一个谥号密。雍正皇帝又听说这胤禛死之前对自己感激涕零的，而且还对他儿子洪熙说啊，一定要忠于皇上。雍正帝这么一感动，就对他这位二哥死后留下来那些儿子们啊，包括他的妃子啊、妾室啊，都挺厚待的。而且呢，就明明白白的下诏，封其衣食，以终余年。胤禛死后，那么作为康熙皇帝的皇长孙，胤禛那儿子洪熙呢，从小啊到大，等于是一直被这个康熙帝特别喜爱。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还是康熙帝一直在宫中抚育他。胤禛第二次被废太子之后，洪熙当时已经是个小伙子了，所以当时许多人就传言，康熙帝就是因为宠爱这孙子洪熙，
可能会第三次再把这个胤禛册立为皇太子。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帝呢当时没有，实际上最主要是没有时间这样做。雍正帝在位期间呢，对这个侄子洪熙还算厚待，但到了乾隆四年，就公元1739年，乾隆帝对这位堂兄就忽然生出怀疑来了，就诬称康熙的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和这个洪熙啊这些人结党营私。于是呢，乾隆帝亲自降旨，就称这个洪熙有罪，说他什么罪名呢？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闻。于是呢，乾隆就下诏把洪熙的亲王头衔给革去了，还把他宗籍给开除了，改名为什么呢？46。而后呢，又下令把他这位堂兄圈禁在郑家庄。后来呢，不放心，又把他呢，这个囚禁的地址改了，改在景山的东果园之内。由此可见，你想作为康熙皇帝啊几十年的皇太子，这个雍正的二哥胤禛，他不仅自己倒霉，到后来呢，连他儿子也跟着倒霉。雍正帝的三哥胤祉，多年以来啊，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他属于书呆子类型。那么康熙帝在世的时候呢，这胤祉啊还真是不是特别热心啊争权夺利啊争那皇位。康熙时代作为皇子，他一直是悠柔岁月啊，一直住在那惜春园。而且呢，在当时清朝的大儒陈闷雷啊，什么杨文言、邹成言啊这些人帮助之下呢，他还主持编出两本大书，一本呢是律历渊源，一本呢是古今图书集成。这两本书啊绝对是内容丰富。大概就是因为这两部书，允祉给人的印象呢似乎就是这个人与世无争。实际上这位皇三子啊也是乃文乃武的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诗词歌赋做得好，写了一笔好书法，连射箭都是一流。所以说康熙皇帝挺喜欢这儿子的，多次呢就让这位三阿哥代替自己呢外出祭祀，没事呢就把他请到内宫，还有这个父子两个人赋诗啊喝酒。特别一提的是，那胤禛能第二次被立为这个皇太子，这位三弟胤祉啊处理特别多啊，就是因为他啊就首告来揭发那个大阿哥胤禛暗中派那蒙古喇嘛呢诅咒这个胤禛，最终呢就使得康熙皇帝回心转意，认定自己在儿子的太子先前狂悖，就是因为遭到这个胤禛的这个巫蛊所致。所以说这胤禛呢虽然算不上皇太子党，但他对于大清宗庙社稷是真真心心的啊特别关切。康熙末年，你想被这个皇太子之事还弄得焦头烂额，他的这些儿子当中只有两三个儿子能够得到康熙帝的这个青睐和喜欢，而当时这个胤禛呢应该也是康熙帝一直考虑的皇太子人选之一。雍正继位之后，按理说这个三哥胤禛从前不是自己的反对派，那么称帝之后呢，他也构不成对现政权的这种威胁，应该对这三哥妥善安置才对。但雍正皇帝继位仅仅一个多月，他就把这个胤禛手下的文人陈梦雷那些人逐出京城，发往边地劳改。而在当时呢，雍正皇帝八弟胤嗣门下势力挺大，雍正帝暂时不敢动他，索性他就先对三哥下手。为什么呢？因为这胤禛手下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那些书生，所以说先拿他开练。思念起旧怨，想起这个胤禛毕竟和前太子关系啊一直挺好的，雍正帝为了惩罚这位三哥，很快就下诏把他发配到遵化马兰峪，为这个他们亲爹康熙帝守灵，等于是变相的劳改。到了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呢对外宣称胤禛啊曾经向大臣啊苏克济索贿，就想继续对他治罪。法司那些人挺聪明啊，一看皇帝怒了，马上啊上奏书建议对这个胤禛啊夺爵圈禁。雍正皇帝呢当时还假扮仁义，就对外声称你看我这些兄长当中现在当王爷的就他一个人了，算了，别处罚这么重了，也别特别对他降爵了，省得别人啊说我不能感化他。于是呢，雍正帝就把这三哥从亲王降为郡王，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王。虽然对三哥不处理，但是呢他又归罪于这三哥的儿子洪胜。于是呢，雍正帝就下令把洪胜他这侄子关到这个宗人府的监狱里给囚禁起来。洪胜这小伙子在康熙帝生前呢也是特别喜欢的。雍正八年，就这胤禛的亲王藤衔刚刚得到恢复之后不久呢，雍正帝他的心腹就那个怡亲王胤祥病死了。而当时这位胤禛呢因为他的侧福晋生病了，所以说他参加这个胤祥葬礼迟到，
拜祭的时候呢，似乎啊脸上又无气容，啊就哭得没有尽哀。雍正皇帝知道之后，勃然大怒，马上授意庄亲王、胤禄等人参劾他。那么经过宗人府讨论，官员就上奏了，印旨乖张不孝，逆晋陈梦雷、邹成岩，起壤镇压，与阿奇纳、赛斯黑、允提交相党锢，其子弘盛凶顽狂纵，助父为恶，仅予禁锢。而允旨嫌恨怨对，夷齐王忠孝幸成，引旨心怀忌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到早散，背离面伦，当削爵。这还不算完，尊恩府啊知道这个皇帝啊恨他的三哥，于是呢就要建议啊雍正帝啊要怎么要把这个这个胤祉还有这弘盛的父子二人都处决了。但在这个时候呢，雍正皇帝的地位已经坐稳了，他也不想做得太过分，于是呢他就下诏啊，就等于是把他的三哥胤祉的王爵给削除了，然后呢把他圈禁在景山的永安亭。那么这个胤祉的儿子呢依旧还圈禁在这个尊恩府监狱。雍正十年闰五月，胤祉暴薨，清廷呢当时就以郡王的啊这样的礼仪把他给安葬了。可见呢雍正帝的三哥也不是好死。到了乾隆二年，乾隆帝就下诏追谥这位三伯父为胤。表面上呢乾隆帝好像给这三伯平反了，但这个谥字这个谥号胤实际上的含义也不是说有多好。雍正帝他那个第七弟胤佑是康熙帝呢第七个儿子，但按大排行呢他就排到第十五，因为中间好多啊他那些兄弟死了，所以说呢在活着的康熙帝的儿子当中他排第七。这七阿哥的生母呢是康熙帝的程妃戴家氏。胤佑这个人呢生来就有残疾，但特别喜欢学习啊，精习书法，所以康熙帝作为一个父亲啊，就在这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他，说他什么呢，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就公元1709年，康熙帝就下诏晋封了这个儿子胤佑就为多罗纯郡王。到了康熙57年十月，那正蓝旗满洲的都统严信他是出征边疆，康熙帝当时就任命这个儿子胤佑让他管理呢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就等于是给他个实缺，哎，真让他管事儿。雍正元年四月，这阵雍正帝继位了嘛，这个胤佑啊又被晋封为和硕纯亲王。后来呢他因为有病嘛，就把他的这些旗务的实职给解除了。到了雍正八年，这位王爷就病死了。雍正皇帝一直认为这位七弟啊一直是敬谨小心安分守己，又是一残疾人，所以他继位以来啊对这个这个七弟还是一直善待的。雍正帝他的第八个弟弟胤嗣，那么在康熙皇帝那些儿子当中人望最好，才能最高，雍正帝对这个人是最为忌惮的。胤嗣他虽然是康熙皇帝第八个儿子，但他的生母卫氏什么出身呢，辛者库，所以他的生母出身非常低下。辛者库这三个字是满语辛者库特勒阿哈这一词的简称，什么意思呢，管领下使口粮人，也就是内务府管辖下的这种奴仆和奴婢。但凡清代那八旗官员得罪之后，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呢都会被贬入辛者库啊，就成为戴罪的奴仆。很可能呢这个卫士的先人当中有人曾经犯过罪，所以呢他才是属于辛者库的这种罪籍。在康熙帝这些儿子当中，就是因为他妈地位太低下了，所以这个胤嗣出生之后呢，康熙帝呢挺喜欢这个孩子的，就怕日后受他母亲卑微身份的拖累，康熙皇帝就把这个孩子交由长子胤祉的他的妈妈惠妃那那拉氏来抚养。雍正帝继位之后还允许部分母妃啊随子归邸，而当时那惠妃呢因为他的亲儿子胤祉在康熙帝的皇帝在的时候已经被圈禁了，于是呢就移居到这胤嗣府邸啊，就跟这个儿子一块过了。恰恰是由于自己母家身份非常低微，那么在成长过程中呢总是要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所以这位这个胤嗣这八阿哥从小到大就非常聪慧，而且通晓人情世故，情商特高，为人呢也特别亲切随和。长大之后呢这个胤嗣也是乃文乃武，和那些朝中大臣关系特别好，而且呢他和绝大多数他这些兄弟们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好。皇太子胤禛第一次被废之后呢，康熙帝就十分器重这个胤嗣，而那大阿哥胤祉自知自己还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之后呢，
就以挂师张明德啊，按照他的啊这个教唆，就向那皇父推荐他的八弟胤祀当储君，也恰恰是这个大阿哥胤禛这一举动，就使得康熙帝也怀疑起这个胤祀来了，就觉得这个胤祀，你看这孩子平时看着挺好的啊，原来他也有希冀大宝之心。由此以来，康熙皇帝就对这个皇八子也警惕起来。不久之后呢，康熙帝竟然给这个皇八子胤祀加个罪名，什么罪名呢？柔奸成性，妄续大志，以此为罪名啊，命令啊这个从人把皇八子给圈禁起来，把他给软禁了。而当时呢，一向和这个胤祀关系特别好的皇九子这个胤堂，还有那皇世子胤禔，这两个人听说八哥被父皇关押起来，两个人呢马上啊急吃喝喝的带着毒药前去劝谏。看到两个儿子如此偏激不懂事啊，你就不放八哥，他们就要服毒自杀，康熙皇帝大怒，吹胡子瞪眼睛，就指着这个胤堂还有胤禔就骂道：你们这两个人啊，就是指望啊这个胤祀日后登基称帝啊，封你们两个当亲王，是不是这意思啊？你们还两个人还自己说自己出于义气，我看你们啊都是梁山伯义气。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康熙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如何解决的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清朝的金控，我们要知道公正的司法系统在古代也是大伙儿都在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于是呢，古代就有金控制度，控就是控诉的意思，金控就是老百姓可以入京控诉，这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一种制度，早在周朝啊就有这种制度的雏形。而清朝的金控呢，它这种制度在乾隆时期基本形成了，后来在嘉靖时期啊这一朝完全定型。嘉庆继位之后，为了彰显自己爱民如子啊，特别把这个金控的大门啊打得这个开得大大的，根据清史稿刑法制就对金控有详细的记载，凡省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持，其有冤意赴督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金控。从这个记载呢，我们就知道清代要申诉那老百姓啊，你必须得层层的申诉，如果你冤屈一层一层的依旧不得昭雪，最终才能上达天庭。如果你直接就越级酷讼，那肯定是要遭受迟刑的，就要被打鞭子打板子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清代呢还有一种这个告御状的方式，叫什么呢？扣婚。这扣婚和金控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在本质上实际上都属于告御状，但方式不同。你根据清史稿啊它的记载，金控呢就要到京城指定的地点去控诉，扣婚的要求就没这么严格了啊。比如说你这个皇帝，比如说去那个京郊啊这个游玩，去祭祀，或者是去这个木兰秋显，老百姓呢可以在半路拦驾喊冤，哎，这个就叫扣婚。上一集说到，由于康熙帝啊，他这些儿子、这些王子呢，对那太子位置的觊觎呢，弄得康熙帝呢本人也是焦头烂额。后来呢，他又怀疑这个皇八子胤祀，哎，暗中联合大臣，想觊觎这个太子的位置。于是呢，他想还对这个儿子呢处以重罪。而当时和胤祀关系非常好的两个皇子，还竟然揣着毒药啊，去见这个他的父皇吧，那意思如果不放我这八哥，哎，我们俩吞药自尽了。当时就惹得康熙帝勃然大怒。在此期间，他这个年轻的王子胤禔，又在言语之间冲撞了这个康熙皇帝，气老头儿从腰间拔出小刀，就恶狠狠地说：“你要死，哎，你也别吞毒了。”
朕如今就让你死。当时呢，老头挺身过去就要把这个胤禔给杀掉，亏得当时那皇五子胤禔跪抱劝止，在场那些众皇子呢也都是一起趴在那儿叩首恳求，康熙皇帝呢才放下手中的小刀，当时确实气得够呛。没过多久，先前抓起来那个卦师那算卦的张明德，他那个案件审查结束了，康熙帝就知道这胤祀呢，他听过张明德这个说他以后要当皇帝这个事儿，他知道之后呢，康熙皇帝就怒，你看那卦师跟你说这种事儿，你竟敢隐瞒不报，于是下诏革去了胤祀的贝勒的这样的一个职衔。后来呢，这康熙皇帝又想重新复立胤禛当太子，结果等他召集满汉文武大臣，他当时也没明说就说你们大家从其阿哥当中再选一个人当新太子。结果呢，什么佟国雅呀、马齐呀、阿林阿呀、鄂伦岱呀、奎绪这些人，这都是朝中的重臣他们竟然联名保奏，就这个八阿哥胤祀，保奏他为皇太子。由此一来呢，就使得康熙帝大感意外，就更加怀疑胤祀这个王子机心深重。你看这么多大臣都能保举他，显然呢，这个王子在朝中广树朋党。康熙48年3月初9日，康熙皇帝就宣诏重新立这个胤禛为太子。而后呢，康熙帝还加封他那些王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禔这三个人呢都被封为亲王，皇七子胤佑、皇十子胤俄都被封为郡王，皇九子胤堂、皇十二子胤陶、皇十四子胤禔被封为贝子。如此一来呢，没有受到封爵的成年皇子当中，只有先前已遭囚禁的那长子胤禛，包括得罪皇帝的皇十三子胤祥，以及呢康熙帝非常怀疑的这个八阿哥胤祀了。胤祀当时那种失望之情，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你想这么多兄弟，人都封亲王、封郡王、封贝子，自己啥都没有。康熙53年呢，对于这个胤祀更加是流年不利。康熙帝对这个儿子的印象呢，就发生了非常深刻的质的变化。怎么回事呢？当年11月26日康熙皇帝他往热河去巡视去，就打猎嘛。本来这胤祀呢应该随侍，恰好呢当时正值他的母亲梁妃去世2周年的忌日，他就没有去行在向他父亲请安，只派太监到他父皇处请假，并说自己呢将在汤泉那个地方等候康熙帝，等候父皇，然后呢一块儿回京。看到儿子呢想为他妈尽孝，康熙帝呢对这事儿也理解，所以他请假没来这不是事儿。等到康熙帝看到儿子派那俩太监烧给自己的礼物当时勃然大怒。什么礼物呢？就俩大老鹰，一下气急败坏。你说这俩大老鹰怎么会惹得康熙帝生气呢？他不喜欢打猎吗？这两只大老鹰送到康熙帝面前的时候都是奄奄一息的，等于是儿子给爹送来两只半死的老鹰，这简直就诅咒自己他想干什么呀？愤怒至极的康熙帝马上把跟他一块来那些皇子都招到身边，当他们的面就把胤祀骂得一无是处，说他什么呢？说他密行险奸，无君无父。当时这个老皇帝气愤难耐，当着这些儿子面就说他和这个胤祀父子之恩绝矣，这种狠话都说出来，而且马上宣布停发胤祀本人包括他手下那些属官的俸银禄米，送给父皇两只要死的老鹰，这肯定不是胤祀的初衷，或许呢就是当时那些兄弟特别是他那四哥派人干的。但胤祀遭到这个打击之后呢就一蹶不振，很快就感染伤寒，差点病死。康熙帝暴崩之后呢，胤祀并没有否极泰来，而是呢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0月20日雍正帝正式继位了，还马上下诏呢派遣这个胤祀胤祥马齐隆科多这个四个人呢总理国内事务，对这个兄弟呢表面上已是忧宠。12月11日他还加封胤祀为和硕连亲王，接着呢又授这位八弟以实职，什么实职呢？礼藩院尚书。
当时雍正帝之所以表面上厚待胤祀呢，还真不是说想自己当皇帝之后呢重用这位八弟，而是他内心深处知道朝中的八个党势力不小，他就先稳住胤祀。同时呢，雍正帝就开始一连串的小动作，就开始清除啊昔日这八王党的主要成员，什么胤堂啊、胤俄啊、胤禔啊、鄂伦岱啊、苏努啊，什么这些人，相继的要不就被啊这个罢官，要不就把他们职位降低。不到半年时间，胤祀呢在京中所有跟他不错的那些关系的人啊都尽数遣散。到了雍正三年3月27日，雍正帝呢就派有司商议这些总理事务王大臣他们的功过，结果呢胤祀就得到四个字：无功有过，无功有罪。等于就是说他什么呢？说这胤祀责管工部事务期间啊，他节省开支的那个举动啊是什么呢？存心阴险。不久之后，雍正帝在处理了他的心腹密臣那年羹尧的这个所谓的悖逆案件之后呢，雍正皇帝就开始集中精力啊处理这个胤祀啊，包括他的那些党羽。雍正三年7月28日就下诏革去啊胤堂的贝子之衔。雍正三年11月初5日啊，宗人府就建议这胤祀啊应该革去他的王节，包括撤出他那个左领啊，不让他管那些奇物了。雍正三年12月初4日呢，就把那胤禔从郡王又降为贝子。雍正三年12月21号开始，就从上三旗的侍卫当中啊，每天派出四个人跟着这个胤祀，贴身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到了雍正四年正月初5，胤祀、胤堂这两个人都被革去皇太子，把他们的名字啊从宗人府就除名了。雍正四年2月初7日啊，又把那个胤祀啊，就是等于是真正给囚禁起来了。把他囚禁在哪儿呢？囚禁在宗人府监狱，在他身边呢，只允许留两个太监伺候他。最过分的，就在雍正四年3月初4日呢，雍正皇帝下诏就命令他俩的兄弟胤祀和胤堂两人改名。大家听梅老师啊说雍正命令这里两个兄弟改名，就觉得这没什么事儿啊。实际上，这位皇上四哥对这俩兄弟下手太狠了，他不是改一般的名。那雍祀呢就在这个监狱之内被改名为那什么呢？阿奇纳。到5月14号，雍正帝呢亲自将他九弟胤堂改名为赛斯黑。这个两个名字是满语，什么意思呢？是猪狗下贱物，或者是什么讨人厌这个意思，当然就是原来的满文原意。但特别确切的原意呢如今已经不可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基本上满语已经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它原先的什么意思了，尤其那涉及到类似于俚语的这种称呼，不论是阿奇纳还是赛斯黑，肯定都是非常非常这种下贱的、贬低的这样的词语。雍正四年6月初1，雍正呢就将这个胤祀、胤堂、胤禔啊他们的所谓的罪恶吧，颁示全国。当时呢就给这个胤祀啊议罪40捆。给那胤堂呢，议罪28捆；给他同母同父的啊，这个弟弟14弟；胤禔呢，哎，罪状14捆。雍正四年8月27日，就对外公报宣称，这个胤堂啊，因为腹泻死在保定监狱当中。9月初8，又报称，胤祀啊，因为呕病死于宗人府监狱。这都不用说啊，这哥俩显然都是被他四哥雍正帝给弄死啊，都是非正常死亡。至于怎么死的呢？要不就绞死，要不就毒死，还要不就闷死，反正不是好死。雍正帝那九弟胤堂啊，是雍正皇帝最恨的兄弟之一，他呢也是八哥党的主要人物。那么康熙晚年呢，胤祀啊，他呢由于在这个争夺这个皇太子位这个过程中处于这个劣势嘛，他就转而什么呢？转而扶植自己集团当中的他那14弟胤禔。啊，当时这个胤禔也叫胤禛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胤堂也积极参与。雍正帝继位之后呢，当时就以军前用人为名，把这胤堂啊外派到青海，而且呢还命令自己的亲信大将年羹尧啊对他严加监视。同时呢，雍正帝还对胤堂他的一些党羽陆续加以惩治。这胤堂到达青海之后呢，依旧还是以秘密手段呢和他北京当中的同伙互通消息。在此期间，这位王爷还成为我们中国第一个使用西洋代码的人。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西洋传教士啊，叫穆景远的，
就是这个印堂的心腹。印堂呢就利用穆景远他手中有了外文书籍嘛，哎，和这人一起创造出一种以西洋字母拼读满语的方法，而后呢让他儿子以此作为密码来和自己传递消息。雍正皇帝耳目甚多，你想那都是做这个特务的那总头子，很快他就把这个印堂监禁在西宁了。你那不传消息吗，暗传这个消息吗，这事儿我都知道，而且呢还亲自给他改名，就是赛斯黑了，我们前面说过，哎，无论是讨厌鬼还是猪还是狗，反正就挺难听的。当年六月，印堂呢就被雍正帝下令啊，就押解到保定，那监狱里监禁了。到了那里呢，到了保定，印堂那服刑条件特别恶劣，根本就没有任何王族罪犯应该享受的优待。所以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印堂呢，就被雍正帝派人毒死在囚所，年仅43岁。说了印堂，我们再说雍正帝的第十个弟弟印娥。印娥这个人呢，由于他阿父这个印嗣，等于是也是八哥党吧，所以说呢，雍正帝也挺恨他的。雍正元年就找个茬把他爵位给夺了，然后呢就在京城圈禁。雍正帝的十二弟叫印陶，他还真没参与过雍正他那些兄弟当中那些结党活动，所以说呢，在康熙帝时代呢，还挺受康熙皇帝信任的。在康熙末年，康熙皇帝呢就让这个儿子呢任这个镶黄旗的这个满洲都统。那么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呢，就封他为吕郡王。毕竟雍正啊对自己的一些弟弟都不太信任。不久之后呢，就又找出一个茬，把这印陶呢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后来呢，又把他降为镇国公。乾隆继位之后呢，印陶这位房爷又被重新晋封为吕郡王。大概这个王爷呢心胸比较开阔，这印陶啊一直活到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他才死，终年78岁，算是好死。所有这些兄弟当中，和雍正皇帝唯一同父同母的真兄弟是谁呢？就是他14弟印提。印提呢原名印真，他这个真呢跟那个雍正皇帝那个真不是一个字儿。此人呢从小就聪明过人，才能出众，在康熙那些孩子当中吧还挺讲义气的，所以康熙皇帝也特别喜欢他，常常呢就带着这个14儿子到处去出巡。康熙皇帝呢是一个汉化非常严重的皇帝，但是呢胡人喜欢幼子这个草原民族的传统呢依旧在康熙帝身上十分明显。胤禔呢比那雍正帝啊小14岁，这两个人呢虽然是一个妈生的，但胤禔小的时候是被其他的宫妃养大的，所以说他们小的时候不在一起长大，因此这兄弟两个人啊基本上就没感情。而跟胤禔最投缘的是谁呢？就是那皇八子胤嗣。后来那个皇太子胤禛两次被废嘛，这个八哥胤嗣也遭到这个父皇的疏远。胤禔呢他作为储君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当时胤禔本人呢也是尽心尽力就博取当朝大臣包括这些官员们的好感。康熙57年春呢，总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出兵进攻西藏，那西藏当时拉藏汗就请求呢清朝皇帝发兵救自己。康熙57年10月，康熙皇帝呢就委任自己的儿子，就他的14阿哥胤禔为什么呢？抚远大将军，统帅清朝的大军呢进驻青海，就要讨伐这个策妄阿拉布坦。由于日后和这个胤禔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基本上被雍正乾隆父子删销殆尽，我们后人就不大容易了解胤禔呢当时为什么能够成为康熙帝最终属意的这个西征主帅。因为准噶尔战役呢关系到清朝的这个安危，康熙帝派这个儿子去做主帅，显然不能简单用喜欢两个字来解释，其中呢必定有一定的政治用意。康熙帝当时为了隆重其事，在欢送这个胤禔出征的仪式上搞得特别隆重，就跟天子出征差不多，似乎呢就是暗示这个孩子应该得胜回来之后呢应该能当皇太子。康熙58年3月，就公元1719年了，这个胤禔抵达西宁之后就开始指挥作战。当时呢他就这个事权还挺大，统帅那个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那些八旗兵、露营兵绝对是精兵力甲，是清军所有的这个精锐基本上都是归于他的统辖。
既然他是皇帝爱子，胤禔呢在军中就被称为什么呢？大将军王。他在奏折当中啊，给他父亲的奏折当中也自称大将军王臣。意识到父皇对自己这种莫大的信任，胤禔感觉特良好，认定父皇啊肯定要选择自己为接班人了。所以说呢，他临行之前就和这个八哥胤祀还有胤堂啊什么这些人接触特别频繁，就暗中嘱咐这个两个人及时呢向他报告京城内的这些风吹草动。胤禔这个人挺能干，赏罪分明，指挥得当，当时呢就及时有效地平定了啊策王阿拉布坦他所策动那个新藏叛乱。康熙58年九月呢，胤禔就命令手下，还送这个当时新封那个达赖喇嘛进入藏区，在拉萨呢，举行了非常庄严的坐床仪式。由此之后呢，胤禔能干啊，威名远震。而当时呢，远在京城的康熙帝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喜出望外，就派人呢起草御制碑文，对这次胜利呢大肆宣扬。康熙60年五月啊，就是公元1721年这一年呢。胤禔又率领军队移师甘州，甘州就是今天甘肃的张掖，准备呢乘胜就直捣啊策王阿拉布坦的老巢义犁。同年11月呢，胤禔奉命回京述职，啊，见到他爹之后啊，那皇帝特高兴。转年4月，就公元1722年，这个胤禔呢就离开京城啊，回转到军前，继续指挥呢大军作战。康熙61年11月，康熙皇帝暴崩。四阿哥胤禛呢登基，这个消息传到西宁啊，恰似晴天霹雳。胤禔当时啊，就根本就不相信，这父皇怎么就忽然暴崩了呢？而且这个皇位竟然和自己没有丝毫关联。惶惑之余，他马上把大将军的这个胤信就交给了平逆将军严信，自己呢立即动身回京奔丧。他回到京城，对他这个刚刚坐上帝位的四哥是如何表示呢？这个雍正皇帝又如何对待这14弟呢？我们下集接着讲。冷幽默段子王雍正，雍正皇帝这人挺好玩，但批示奏折特认真。当时有官员犯了罪，在狱中呢就给这个雍正写悔过书，以期得到赦免，弄了个折子递上去了。其中呢有这样的这个字句，说自己什么呢？辜负天恩，休惧骄病，我辜负皇上您对我的恩德。我是又羞又害怕。雍正皇帝也给他御批，翻译过来呢还挺好玩的。朕呢知道你怕得要死，但是你内心是否觉得羞愧，这倒真不一定。而另外那个大臣就杭州织造叫孙文成的，多次上书问安。你别的大臣虽然说也上那个问安奏折，但没有像这个孙文成的这么频繁。这小子隔三差五就上个问安奏折，就根本就没有正事报，大概意思啊就是这么简单：陛下您好吗？啊，臣惦记您啊。雍正皇帝呢，每次批复都是我很好。其中有一次呢，雍正心情挺好啊，不仅回复说自己很好，还表示说呢自己胖了，因此呢就回了几个字：“朕宫甚安好，又胖些了。”雍正2年，大将军年羹尧就平定了青海的叛乱嘛，雍正大喜。就给年羹尧发了一道圣旨，其中有什么呢？朕实在不知道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而用心爱我之处，朕皆都体会得到。你看，皇帝给大臣写这些话太肉麻了，就很难相信这种话语是皇帝写给大臣的，而且呢，还是写给一糙老爷们的，还不知道的。你光看这些内容，还以为是雍正帝写给谁的情书呢。有一次呢，那河南巡抚田文镜啊，解决了这个一项政务难题，啊，雍正皇帝对他挺夸赞。田文镜这个人也挺上道，啊，上书还表示，啊，我做这事儿都是您皇帝您领导有方。雍正一看更乐，直接批复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细看雍正皇帝的这个御批呀，真是特别好玩，啊，有些这个睿智幽默。有些是直来直去，有些是弯弯绕绕，还有一些呢，你读着读的，令人不觉的啊，就笑出声来。
们上一集呢说到，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的，他那个十四皇子胤禔，本来呢在西北统领大军，信心满满，就等他自己立下叔功之后啊，回京就被父皇立为皇太子。结果呢，噩耗传来，父皇暴崩了，他四哥啊，登上帝位了。由于他自己心中深信啊，父皇是死于非命，所以这胤禔呢，回到京城之后就大闹灵堂，搞得雍正皇帝非常气恼，马上下令革去他的王爵，把他降为呢固山贝子。雍正元年四月，就公元1723年，康熙皇帝的子宫啊，这个运往遵化景陵安葬。雍正帝就谕令，这个胤禔这十四弟你也别回京城了，你就留在当地，就留在景陵。你呀、给这个皇帝，给这康熙皇帝、大行皇帝，你给我守陵吧。同时呢，还密令马兰玉总兵范世毅，时时刻刻监视这位十四王爷他的行动。雍正三年，就公元1725年12月，在雍正授意之下，宗人府就参合着胤禔啊，他先前在大将军任内啊任意妄为。于是呢，宗人府啊这些大臣啊就提议，把这胤禔啊革退他多罗郡王的这样的一个王衔，把他降为镇国公。所以当时呢，雍正就准奏，就革去他的王爵啊，把他降为呢固山贝子。接下来呢，那些诸王大臣经过进一步的参奏，就认定这胤禔呢，在他的大将军任内心怀悖乱，请求康熙帝啊对他明正典刑，以彰国法，那意思就得把他杀了。毕竟这十四弟啊和自己是同母弟，你处理这个人，自然和这个胤祀啊、胤堂啊肯定是有所区别的。于是雍正皇帝就下令啊，把这十四弟呢继续禁锢在景陵附近。从此之后呢，这胤禔啊，基本上就和清朝的政治生活啊，就是没关系了，销声匿迹了，当了近10年的囚徒，一直到乾隆皇帝啊继位之后吧，才下令把这胤禔和胤娥这两位皇叔都放了。毕竟这个胤禔啊是自己亲叔父，于是呢，在乾隆二年，就公元1737年，乾隆帝就封胤禔为奉恩辅国公，到了乾隆12年呢，又封他为这个多罗贝勒，转年。又把他晋升为多罗巡郡王，先后呢还让他担任这个正黄旗的汉军都统，还总管呢正黄旗的这个觉罗学。不过呢，这个人啊恰似两世为人，胤禔到后来年事已高，到他侄子当皇帝的时候，所以说人呢变得也特别小心翼翼。乾隆20年，胤禔呢就病死在家中啊，算是好死吧。胤禔从这个雍正帝登基之后呢，等于就毫无作为了。等他侄子乾隆帝继位之后呢，这位爷也是尸位素餐，就混日子，能活着就挺好的。但他呢有个玄孙叫奕山的，这个人啊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什么大名呢？超级卖国贼。奕山呢作为当时道光帝的侄子，他继这个先前那九位琦善也是宗室，因为外交失利，琦善被皇帝处理了吗？他就接这个琦善的职，到广东主持战事。结果这奕山是个草包，到任之后呢，只是在广州城内到处购买钟表，还有那个泥料那些洋货，收受贿赂，致使呢英军兵船直抵广州城下，还攻陷了当时广州的这个泥城炮台，还有那四方炮台。惊恐万状的草包奕山，这个事儿吓坏了，连忙呢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广州停战协定，也就是广州合约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呢，奕山又任黑龙江将军，他在咸丰8年又屈服于沙俄的势力，就公元1858年和沙俄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把东北大片领土啊就擅自拱手让给这个沙俄。那根据这个条约呢，沙俄强割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我们想一想，这奕山他的老祖，当初那个十四爷这个胤禔，年轻时候多么勇武英雄啊！岂料呢，他裤裆不紧，露出奕山这么样一个无胆鼠辈吧，这个无胆的玄孙确实让人叹息。说完了雍正的十四弟，我们接着讲了雍正帝的十五弟。雍正帝的十五弟呢，叫胤吾，
这个人呢是康熙帝的密妃王氏所生，小的时候还挺招他父亲喜爱的。但可惜呢，清廷两次对这些皇子的大封爵，他都因为当时他年龄小没有获封。因为康熙48年第二次大封爵的时候呢，他才17岁，没到18，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王封。那么在康熙皇帝暴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胤禛已经30岁了，所以说他当时的身份就没爵位，还是一个普通王子。雍正4年，就公元1726年呢，胤禛就被他哥封为多罗贝勒，4年之后又把他晋升为多罗于郡王。在雍正8年，就雍正自己选定了他的领旨之后，就1730年这一年呢，就派这个15弟这个胤禛去负责建造陵寝。但在第二年的2月呢，这个胤禛就忽然得病了，也是疾病吧，就死了。当时呢只有39岁，所以这位王爷从他的一生来看，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他的死呢也是正常死亡。雍正皇帝的16弟胤禄是这个胤禛的同母弟。那么康熙皇帝有个堂兄，当时庄亲王博果铎，他在雍正元年正月11号薨逝。这个王爷呢死后没儿子，当时呢雍正帝就让这位16弟胤禄去这个袭爵，就袭那个庄亲王的王爵，就等于是过继给那位庄亲王了。而这位16阿哥呢，经数学，通人略，情商又好，承袭了庄亲王的王爵之后呢，待人还特别谦和，所以说无论是王公大臣啊，还是一般的大臣啊，对他的特别赞誉有加。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呢，依旧委派这位16叔胤禄啊总理国内大事，然后呢还赏识亲王双俸，所以他这一个人啊拿双份俸禄。因此呢，在雍正这些弟弟当中，胤禄这个人呢绝对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最后呢活到73岁，那孔圣人的寿限他才死。雍正皇帝这些弟弟当中和他关系最好的，那就要算这个13弟胤祥还有17弟胤礼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最早都是4阿哥党，所以说他们在雍正皇帝当了皇帝之后吧，一直得到后代，两个人的结局还都不错啊，都是正常死亡。前面几集我们说了雍正皇帝对他自己兄弟们的啊这样的处理啊，有好有坏吧。下面我们就该讲一讲拥立他登上帝位的关键人物啊，这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两个人的下场。狡兔死，走狗烹。对于雍正皇帝来讲呢，狡兔就是帝位，而这两只大狼狗，一只呢是隆科多，另外一只就是年羹尧了。隆科多啊，这位雍正皇帝登基称帝的功臣啊，他说过什么一句话呢？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啊。这句话肯定是他落魄的时候说的。哎，我们一看，白帝城受命，不是指鞠躬尽瘁诸葛亮吗？怎么死期就到了呢？乍听隆科多讲这句话呢，似乎他讲这话饱含无限深意。实际上不要看这个隆科多能够说出白帝城什么的，就以为他学问多大，他就类似清朝后期那些天天沉迷精气那些清朝王公贵族一样，这些酒囊饭袋的好多历史知识啊，并不是说从读史书得来的，都是从什么说书人啊、唱戏那些戏子那里得来的。所以说呢，这些人说出话来，有时候不伦不类，似乎饱含深意，实际上呢不过是他们弄错典故，或者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瞎往这个历史名人啊这个身上靠。隆科多呢说他自己白帝城受命啊，一是表示说自己是忠臣，跟诸葛亮一样；二就是说明他自己啊在这个康熙皇帝的病榻之前受诏啊多么重要，这皇帝临死之前亲自嘱咐他什么什么什么的。齐人的姓氏啊跟我们汉人不同，有时候你看名字啊根本就看不出来谁是谁的后代。隆科多这个人呢，他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的家族呢实际上是属于汉军旗人。他祖父是谁啊？佟图赖，这就是他们这个佟家的第一代汉奸。入关之后呢，为这个清朝多次出生入死，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什么等地，于军功卓著呢，这佟图赖历任清朝的定南将军啊，那么这个礼部侍郎啊等等吧，这些官职呢都是实职。定南将军呢就是真正的将军军衔，礼部侍郎呢这官职还挺清贵。佟图赖死之后呢，清廷啊特赠他为一等功。佟图赖他有一个闺女，就是顺治皇帝的皇后，也就是历史上的孝康张皇后。隆科多的父亲是佟国维，他呢就是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也是康熙皇帝的岳父。因此呢这位佟国维的他的地位比他爹
佟图赖就更加尊崇。佟国维呢，三次跟从这个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啊，立功还挺多的。因此，这个人呢，他这一辈子仕途非常顺畅，最终做到什么样的高官呢？领侍卫内大臣，就等于是皇家禁卫军的最高司令官，而且还进爵一等功。佟国维呢，又有两个女儿，一个做了康熙皇帝的皇后，另一个呢，成为康熙皇帝的贵妃。由此呢，可以想见，隆科多的相貌肯定不像电视剧啊《雍正王朝》中那个演员所表现的，是一个满脸酒肉气的这么一个糟胖子。真实历史当中，这隆科多绝对是个美男子。你想，他俩姐姐长得都这么漂亮，他能差得了吗？由于呢，作为外戚，身份非常显贵，佟氏家族好多人啊都做到高官，当时呢就有"佟半朝"之称。隆科多出于这样的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啊又是清朝的大功臣，他呢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还是康熙皇帝的内弟。康熙皇帝本人呢，他作为封建帝王，任人唯亲肯定是不能避免的。那么作为贵族子弟，从康熙27年开始，就1688年开始，科隆多呢就到皇帝身边，担任康熙皇帝的身边的一等侍卫。在此期间啊，当然了，由于办事不力吧，还受过康熙皇帝的训斥，一度呢还被革出过官职。但是他干过什么错事呢？历史上记载含糊不清。没多久他就官复原职了，成为什么呢？成为清朝的步军统领。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就是俗话所称的九门提督，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北京城的卫戍司令。这个官职啊，绝对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就能当的。科隆多的前任托和齐不知检点，我们前面也讲过，他属于铁杆的太子党，还惹起了康熙皇帝的愤怒。因为他上书就希望康熙皇帝让他当时那皇太子啊早点继位，康熙皇帝大怒之下就把这个托和齐啊逮捕了，很快把他处决了。处决之后还下令把这个先前的御前第一警卫官错失杨辉。我们看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当时就演，就说这个康熙帝啊为什么提拔这个隆科多呢？就是为了保证日后那儿子雍正啊能够顺利继位，所以说是这个提拔他是当时这个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措施。剧中所演的这个情节和真正的历史啊完全不搭界。康熙帝第二次把那太子废了，那么在这些儿子当中呢，康熙皇帝还真不是说特别看重皇四子胤禛。他为什么任命这个隆科多为这样重要的啊这个禁卫军的首领呢？就是因为他考察这隆科多啊和自己关系是属于至亲，加上呢隆科多一直给康熙帝的印象是个非常谦厚的人，是个不结党的人，所以他才觉得隆科多不会对自己有异心，就选择他来担任自己的宫内这种警戒的这样的这种重要的职衔。隆科多这个人呢行事确实比较谨慎，康熙帝呢对他所以非常满意。不久之后呢又给他升官了，升他为礼藩院尚书，但是呢依旧让他兼任步军统领，专门委派他还秘密监视当时被圈禁的那废太子和那大阿哥。同时康熙帝还委派隆科多一直秘密监视啊这个在北京城内的那些宗室王公，包括那些部院重臣，监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类似克格勃的这种差事啊绝对不是一般啊那些宠臣所能担任的。如果皇帝不信任就不可能给他这个职衔，而恰恰是如此的官职，关键时候呢这个四皇子胤禛就找对人了。隆科多呢感觉自己也押对宝了。那么康熙皇帝得病之后，畅春园之内啊等于所有的这个警卫都在隆科多的负责之下。当时呢隆科多的官职实际上他在清朝的朝廷当中啊不是说最显贵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却关系到大清帝国下一步的走向。隆科多选中谁，谁就能够成为帝国的新君。赫赫威名的康熙皇帝确确实实呢就在当时与外界隔绝这个情况下忽然死去的。那么他的死状，他的死因也成为千古之谜。当时在这个畅春园之内呢全部都是归属隆科多统领的皇家警卫部队。我觉得啊隆科多当时之所以选中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呢肯定有他的考虑。如果你换做别人肯定就应该把那个皇十四子胤禔当成第一个选择。为什么呢？这个胤禔啊几乎就是当时康熙帝生前几乎挑明的帝国继承人。如果拥戴这个胤禔当了皇帝，
这个呢还属于常理情理之中，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皇帝啊生前最后就喜欢这个皇十四子。胤禔如果当了皇帝，隆科哥的功劳就显得很一般，因为胤禔当皇帝啊众望所归嘛。那么第二个选择呢，就应该选深得众大臣拥戴的、风度翩翩的、和蔼聪明的康熙帝的皇八子胤嗣。但这位皇八子呢人太聪明了，隆科多呢心里就没数，哎，对他不是很放心。第三个选择自然就是和自己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的皇四子啊，这个胤禛了。而且呢隆科多心中就认为啊，胤禛这个人你看平常看上去挺厚道，对自己又好，选他肯定选对。那么雍正帝刚刚登基之时啊，广为流传的所谓七位皇子和隆科多一起在康熙皇帝病榻前啊，这个一同这个参见这个康熙，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雍正皇帝编造的这种政治谣言。其中的主要内容呢就见于大义觉迷录，包括那清圣祖实录。这些历史记述呢实际上都是康熙皇帝他自己手下那些大臣们鼓捣出来的，还是经过篡改的东西。那么当时这隆科多为什么选择四阿哥胤禛呢？我们下集接着讲。清朝文人给老外教中文，为什么门口要放双鞋？清政府啊有明文规定，严禁外国人学习中文，更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认为情节比较严重的，最大到什么是要砍头的。因此呢，就当时啊，你教外国人学中文，你冒特大的风险。有个美国的传教士叫魏三卫，当然就是他中文这个艺名了。这个人呢，1833年到达广州，为了学习中文呢，这老外也是煞费苦心，好不容易这个东找西找才找到一个中文老师，就答应教给他了。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就一起开始学中文。这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呢，桌子上总放了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同时呢还派自己的仆人在外面盯着啊，怕别人进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啊，或者被人告了，或者是被官府发现了，这中文老师就可以说什么，你看这个外国人把他老婆的鞋拿过来了，我是给外国人修鞋的。传教士魏三卫他的遭遇呢实际上就是当时外国来华人员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之前呢，这个清朝和这个西洋啊，东西洋的这个文化交流啊实际上挺少的，而且呢清朝的对外贸易也是时开时进，早期他曾经施行过这个开海通商政策，到乾隆时期呢又把严了，又把这个控制给弄得特别严，当时呢就把四个海关啊最后关了仨，仅留广东的粤海关，就这一个口岸对外通商。而且呢洋人你想做买卖你还不能直接弄，还得通过呢中国垄断贸易那13行，跟那些中国商人通过他们才能交易。即便如此呢，清政府这些洋人还是不放心，立下了好多规矩。比如说啊，只准夏秋两季才能和外国人做买卖，比如说这个外国人到了广州绝对不能坐轿子，再比如那外国女人，也就是清朝人口中所谓的藩妇，你们这些人长得怪模怪样的，只能在船上活动，你就不能踏上陆地。至于那些外国传教士呢，清廷一直对他们就看得更紧，不仅禁止他们学习中文，也严禁任何人帮他们刻制或者印刷汉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的朝廷来讲，政府来讲，这些外国的蛮夷带来的一些外来宗教都是蛊惑人心的东西，容易引诱我们大清老百姓走入歪门邪道。上一集呢就说到，作为康熙帝禁卫军的头目，隆科多呢在康熙帝暴崩、雍正帝继位这过程当中啊，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可能呢有观众啊就想知道，这隆科多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四阿哥胤禛呢，根据逻辑推理，我觉得啊，大概原因如下：第一，胤禔、胤祀这两个人呢，都是皇位的继位大热门人选。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了皇帝，无论啊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支持者，都会认为呢理所应该啊。但是皇四子胤禛当了皇帝不一样，还绝对是自己推立的功劳，肯定呢就首功第一。第二，科隆多他的姐姐，也就是康熙帝的孝仪仁皇后，曾经抚养过幼年时代的胤禛，有这层关系呢，科隆多就认为，哎，我们关系近，我对这个胤禛呢知根知底。第三呢，胤禔当时他人在千里之外，虽然说他手握重兵，但最终他真能够就是从这个青海啊、西宁啊那块顺利抵达北京，需要很多的时日。如今呢，自己在京城内部掌握了禁卫军，胤禛呢另外一个心腹啊，川散总督年羹尧呢，又能截断胤禔的入京之路，所以拥立皇四子登基，这胜算可能性要大得多。第四呢，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康熙帝的生死现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只要这皇四子一句话，病榻上的老皇帝，马上呢就会成为先帝，四皇子呢马上就能成为新君。经过种种绞尽脑汁的考虑，关键时刻呢，隆科多也是当机立断，就把这胤禛推向了帝位。隆科多押宝押对了，胤禛呢心狠手辣，确实呢两人一起就把康熙皇帝呢就变成给先帝了。那么隆科多押宝呢也不算完全对，因为他选择这个新主子雍正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臣才之君。不到两年时间，胤禛皇位坐稳之后，隆科多的好日子基本到头了。至于如此重臣啊，你给他什么一个犯罪的这样一个名目呢？当时作为皇帝的雍正啊，自然啊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但雍正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哎，对隆科多好的不行，当时就马上下诏让隆科多和自己多年心腹他的兄弟怡亲王胤祥作为什么呢？总理事务大臣。不久呢，雍正帝还亲自下令，就指示啊，但凡日后政府公文凡是遇到隆科多三个字，前面一定要加两个字，什么字呢？舅舅。这种以私入宫的做法，说句实话，前朝没有，后朝也无。为了酬赏他的功劳啊，什么双眼这个孔雀花翎啊，啊四团龙补服啊，黄带子啊，什么鞍马呀、紫佩啊，这些东西就不用说了。雍正帝呢还任命隆科多做吏部尚书啊，监管礼藩院事务，同时呢还委派他做啊那种特别清闲的啊特别清贵的那种总裁官。总裁哪两部书呢？清圣祖实录还有大清会典。实际上隆科多啊，他这个在文学方面啊根本就没有任何才能，但就让他主持。雍正帝呢是个政治上看上去有时候显得特别好笑的皇帝，他为了表示对隆科多的宠信，还曾在朝堂上啊多次公然恭维。怎么说呢？舅舅隆科多这人，朕先前未能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啊，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这些话绝对不是梅老师杜撰的，就是从雍正皇帝口中亲口说出的。那么雍正皇帝这些话隆科多信吗？也不全信。不怕雍正叫，就怕雍正笑。一旦呢雍正皇帝帝座坐稳，那么在他打击年羹尧的同时，他就开始也对这位舅舅隆科多要下手了。雍正三年啊，这个五月份，就公元1725年啊，雍正就开始发动手下群臣谴责隆科多。当年六月，年羹尧的儿子和隆科多的儿子也同时受到惩罚。到了雍正四年啊，正月，就公元1726年这一年，隆科多呢就被派往蒙古和俄国啊台判疆界问题。当时隆科多呢为了争取讨好雍正帝，他在对俄国的外交谈判当中呢表现还非常强硬。但后来呢北京又发生玉蝶案了，隆科多就被清廷紧急召回，还来要审他。
而替换他那策凌是个怂蛋，在后来的这个布林斯奇条约还有这个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当中呢，就把贝加尔湖一带和这个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地区吧都割让给这个俄国人了。既然雍正皇帝他本人开始惦记隆科多了，他能好吗？没经过多少调查，隆科多就被驻王大臣会议吧定了41条大罪。那这隆科多有罪吗？那肯定有。我们要知道，你在封建王朝你搞政治，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不过呢，有些罪名啊，比如说交接、庇护、年羹尧等等吧，这些完全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我们想一想，从前连雍正皇帝你本人你都8级年的将军，隆科多呢，他能不和这个年羹尧交好吗？能不互相这个送个礼物吃个饭吗？一石二鸟，趁着打击这个隆科多啊这个事件吧，雍正帝顺便把他8弟胤祀也拉上了，同时呢就把这个从前的8个党也一并都清算了。那么开始引发对隆科多定罪的这玉蝶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雍正帝啊指斥隆科多，说他私藏了记载皇家宗谱的玉蝶。实际上这种皇家宗亲档案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保密的，除了他们的出生年月八字什么的也没什么东西。但是呢，清廷确实有规定啊，除了宗人府衙门以外，外人不得私看啊，就这玉蝶。如果你有公事应该查看的话呢，你要提前具奏，然后呢才允许往那个玉蝶保管处敬捧阅看。这种宗室档案的破玩意儿，那么作为皇帝的舅舅就隆科多，他有可能啊，就是有个好奇心什么的，没事儿偷出来瞧瞧。从前呢，舅甥两个人好的时候，你干什么都行。现在他要办他这位舅舅了，偷看玉蝶这种小事儿，肯定呢就属于大不敬。皇帝要给你定罪，一条就够啊，绝对就可以要你脑袋。你别说隆科多当时被大臣弄出41条之多，但雍正皇帝这个人也特爱装啊，打谁大嘴巴子之后啊，总会哎要摸一下小脸儿。他当时就假装宽厚，对大臣们就说，看在这个隆科多是先帝驾崩时啊唯一承旨人的份上，我呢饶他不死，就把他圈禁在畅春园附近，就让他在先帝驾崩这个院外啊整天的闭门思过。当然了，关了没多久，就在雍正6年6月，就公元1728年吧，隆科多就不明不白的在禁所之内，就在他监禁的场所之内死了。至于他到底是病死还是被弄死都无所谓了，反正呢和康熙帝一样，肯定都是非正常死亡。说完隆科多，我们接着就要讲雍正皇帝另外那只大狼狗，谁呢？年羹尧。年羹尧字亮公，他是汉军镶黄旗人，他父亲年霞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他哥哥呢年希尧也当过工部侍郎，所以呢从出身来讲，年羹尧肯定算是清朝的高干子弟。康熙帝时代呢，年羹尧的妹妹又成为当时皇世子胤禛的侧福晋。等到日后雍正帝继位的时候呢，啊，他这位妹妹又被封为贵妃，所以老年家就一下子成为皇亲国戚了。年羹尧他自己的妻子呢，又是清朝宗室那辅国公苏燕的闺女，由此可见，年氏家族这大家子人，个个都是清朝的贵气。康熙39年，就公元1700年，年轻的年羹尧就中了进士，不久呢，在翰林院任职，啊，成为这种亲贵之官。我们一般人对年羹尧的印象，啊，因为经常看电影啊、电视剧，啊，特别是雍正王朝这年代将军嘛，哎，都认为他是一个天天那种咬鸡滚动、那种勃勃武夫。实际上，年羹尧从刚才我们讲的出身就可以看出来，绝对是文武双全。在清朝那样的时代，他的仕途和出身显得非常清白，没有什么买官啊，或者因为他世袭啊什么的这些啊这样的污点，属于那种实打实的有才能的人。在康熙48年呢，年羹尧啊就被升为内阁学士，不久呢就升任四川巡抚。我们想一想，30啷当岁，人家一下子就成为专制一方那种封疆大吏。康熙皇帝这么聪明的帝王，他能够委派年羹尧当时坐镇一方，肯定是有所依据的，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人有才能。所以说从才能角度看，年羹尧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当官谁都会，关键时刻呢，你肯定得择人得当。在清廷当时所组织的应对准噶尔部落首领那策妄阿拉布坦，当时他入侵新藏嘛，在这场啊这个战争当中啊，
这个康熙帝算选对人了。年羹尧呢是悉心经营，尽心尽力，保障到位，最终呢就以实际行动报答了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在康熙57年，就公元1718年，清廷就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任巡抚，统领呢四川所有的军政和民事。康熙60年，年羹尧呢奉旨进京入觐，康熙皇帝看到他特高兴，亲手啊御赐他公使，马上呢还升他为川陕总督。由此一来呢，年羹尧就一跃成为坐镇清朝西陲的这种一方大员。同年秋天，年羹尧呢当时是采取以藩攻藩这样的策略，巧妙利用那些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成功呢又平定了青海郭勒克那种地方叛乱。康熙61年11月，康熙帝暴崩了，雍正帝呢就召回了他的14弟胤禔，同时就委任年羹尧和满洲贵族严信这两个人呢共同执掌了当时西征大军的军务。雍正皇帝正式即位之后呢，年羹尧是他自己大舅子，所以说对他更是信任非常，成为呢当时能和隆科多比肩的雍正朝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同时呢，雍正帝让年羹尧总揽清廷在西部的一切事务，同时雍正帝还下诏令，云贵川这三个地方的官员都要听从年羹尧的命令。当年10月呢，青海又发生了这个罗卜藏丹京的叛乱，雍正皇帝正式封这个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大军平叛，勇谋兼具啊。年羹尧当时绝对是运筹帷幄，打的叛军望风而逃。当时清军在他的这个指挥下冒着风雪啊，昼夜监禁，杀的最后啊，那罗卜藏丹京啊，仅率领手下200多人仓皇出逃。清军一直追他们，追到哪儿呢？追到乌兰伯克，把这个罗卜藏丹京的他妈呀，还有另外一个叛军大头目啊，叫什么吹拉克诺木齐的，全都抓起来了。基本呢，就把这一部啊这个反叛的人马啊，包括他们牲畜全部俘获了。狼狈之下，那罗卜藏丹京最后化身成一个女人才得以逃脱。而当时呢，这次历时15天的歼灭战，年羹尧啊指挥清军纵横千里，所向披靡，对叛军呢最后进行那种犁庭扫穴般的攻击，大获全胜。由此之后，年大将军啊威名赫赫，如日中天，看到自己的大舅子啊在边陲立下如此大的功劳，雍正皇帝也高兴啊。他当时竟然非常过分的称赞年羹尧为什么呢？为自己的恩人，而且马上下诏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功，而且呢还下诏给他儿子年斌啊授予子爵。你想，那年斌当时什么功都没立啊，就因为他父亲得了这子爵这样的爵位，而且呢还封年羹尧的父亲年瞎岭为一等功，外加太傅荣衔。当时年羹尧这一大家子老年家上上下下风光无比。从此呢，但凡涉及到西部省份的官员任免，雍正对年羹尧言听计从，他推荐谁谁肯定能当官。年羹尧对雍正帝呢也绝对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臣这两个人呢绝对是同心同德。青海平定之后呢，雍正皇帝啊这个想这个年羹尧想得厉害，年羹尧那不上的奏折嘛，亲笔又朱批，他就那朱批当中写道：尔知真情，朕实见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我们看当时君臣两个人他们书信来往和那个章奏问答，这些言语之间这些词语欢洽异常。如果我们不清楚内情，看那些字语，看那些词儿，还都以为这雍正帝和这位大舅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分桃断袖之欢呢。接下来年羹尧呢奉旨进京，和那个总理事务大臣马齐啊、隆科多一起，这几个人呢处理清朝的军国大政，就成为雍正帝当时最为倚重的大臣。就在雍正皇帝和年羹尧君臣那个蜜月期间吧，雍正帝呢还行著于文字，红口白牙，白纸黑字，怎么评价年羹尧的呢？不但朕心以卷嘉奖，朕世世子孙今天下臣民当共请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皇帝呢对年羹尧的这种宠信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下集接着说。清朝盛行火锅宴，火锅文化呢发展到乾隆时代，无论是火锅的器皿，它的精致程度、
吃法上面的讲究，说句实话，都比现在啊，那强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什么酸菜锅、野味锅，还是什么燕窝锅，都是当时的主流吃法。乾隆皇帝呢，他本人是满族人啊，他就特喜欢吃火锅。当时为了孝敬皇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就经常请一些天下名厨为乾隆皇帝呢制作火锅大餐。根据史料记载呢，乾隆皇帝还在宫中啊大摆过两次千叟宴，请了一堆这个上年纪的这些老人来吃饭，吃的什么呢？主要就是火锅。在他耄耋之年，你看这80多岁那场千叟宴上呢，全席共上火锅1550个，应邀前来品尝的一些老头多少呢？5000人。我估计这是这个世界历史上啊最权威的火锅的免费代言人，而且是人数最多的。这场千叟宴的奢华程度和规模呢，啊，绝对是后人难以企及。现在我估计想打破这个记录啊，打不破。也许那么好多人认为，就是乾隆大摆的千叟宴，他是不是突发奇想呢？真不是，乾隆皇帝本来就喜欢吃火锅，所以说他举办的这个宴会，大部分就是围绕火锅展开的。而且相对来讲，吃火锅呢，就比你做别的菜要简单，什么东西往里头扔就行，往里涮就行了。根据历史记载，在乾隆44年，乾隆2个月内就举办了多达60多次的火锅宴，但这种火锅宴没这么大了。所以呢，清朝的火锅文化还特流行，无论是皇宫贵族，包括底下的这个贩夫走卒老百姓，大伙儿都爱吃。